这姑娘一走，我这还来病了。哎，昨天这个腰椎间盘就犯了，哎呀，这就动弹走路啥都不行。昨天睡一宿觉，今天早晨起来翻身都费劲了。哎呀，贴的膏药搁这个按摩椅按摩按摩，哎，现在还好一点儿。哎呀，从早晨现在都下午了，3、4点钟了。就一直躺着，躺着就睡呗，躺着我觉还可以，躺一会儿看会儿书，就睡着了。老伴儿做的饭，一直睡到现在，这晚上够呛，这还能睡觉？饭呢？吃饭了？是吃饭了吗？哎呦我的天！啊，吃饭了？张罗我去吃饭呢？那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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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吧，下去，妈妈下去了，妈妈下去，下去，嗯，来张罗我吃饭来着，他爸爸一喊。做好了，先做大米饭。你药汤好点了吗？好点，这我就做那按摩，好像见好。见好啊，吃吧。这有筷子，来。嗯，好多了。土豆有点不太烂，还是疼。那么好，土豆还有点硬呢。哈哈。这人老了呀，真就是得有个伴儿，一个人可是不行。哎呀，这遇到点啥事儿？这腰间盘不像别的东西，一说动不了，真就动不了啊！哎，给你吃一块儿。那那什么肉？烤肉，这是瘦的。嗯。嗯。哎呀，哎呀，完了，微波炉放时间太长，熟了。就是不能整时间长，它这么干的东西都本身都没水了。我整2分钟。嗯。那不行，1分钟都多了，30秒，太梗了，绝对不能吃。烤肉就这个味儿。给你喝一口汤，你看这汤咋样？嗯，给它再淡点，先正好吃，水里。你没割肉啊，真的？割了，割了5花肉。嗯。其实人老了呀，不一定指望上孩子，但是肯定是指望上老伴儿。我们家老杜就是对他的姊妹亲情这方面老重视，比我重要，就是。但是你真正需要的时候，实际谁也没有老伴儿重要。谁也指不上，还得老伴儿。好吃吗？这菜？嗯。怕大点儿了。不是汤大，就是时间短。你要再炖个。5分8分的，这就好吃了。我怕它烂了，咱没法了。就是土豆不要这样，它噔噔噔的，就要烂了。我一吃就面糊，你这个就有点硬，这不像是炒饭。这的黄瓜、咸菜，整点这种，行了，别搁太多了。然后整点这个辣椒油，一拌。特别好吃。要没有这个辣椒油，我就不按。大蒜。就不好吃，这次辣椒挺辣的，就是有点咸，是吧？太好吃。
启礼行动强调加强对公共资金的审计监督，实现资金使用效益。